看这里，一个黑色的骰子，注意看，三二一。开始。哎，硬币呢？硬币不见了，在哪？在哪里？我要给大家揭晓答案。就说这硬币后面粘的，我不能给人家看哦。这个是怎么变的？这样就没了，那我看到线了。你看到线了？对啊，怎么办？